We are about to ride the boat.行驶过程中，大家请不要随意走动。如果批准，请扔到前方的垃圾箱内，谢谢合作。首先迎接您的是真山如来，船形右侧半山腰这块突出的巨石，酷似如来佛祖的侧面头像。传说佛祖如来云游四方，背着你的景色迷住，不肯离去。电影时代像屹立在此，保佑路人平安。 今天在座的宾客朋友们得到如来佛祖的保佑，一定可以尽情平安的游览了。大家回首身后，五颜六色吊篮往返循环，这是全长465米的单线式循环索道。乘上它可以把您带到一个世外桃源，一个谁先居住的地方谁先愿。北向岭山，一要坐哪就坐哪，不要来回溜达，好个孩子。听见没？ 大家请看左侧的小山峰，那里将山水的味道三面环水面依山。以半岛形式的展现了大家面前。从整体上看呢，像是一顶凤冠帽，随波荡漾，所以被称为凤冠岛。这是龙庆峡标志性景观。每晚7点钟，北京台的天气预报，延庆这个地区的背景呢，就是取自于这座小岛。凤冠岛周围水面宽约50米，水深35米。刚刚我们乘船的码头是。 Definitely need to find out what those meaning.